黄副昨天有资深媒体人爆料说，您在参选那个宣布参选当天呢，有国民党里长到嘛？那好像国民党有派人去搜证，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？还是因为他们担心就是您的选情很蛮激烈的，所以他们很心慌？我今天也有一大堆国民党里长到啊，所以他们要搜证就是他们的家务事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朋友。